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声音的强度呢是每平方公尺多少能量，就是 I。哦，每平方公尺的话呢多少瓦？哦，单位的话呢是瓦特，瓦特上是功率啊。我就说哈，每平方公尺呢有多少呢功率哈？通过呢这个一平方公尺，哦就是。每秒每平方公尺通过的能量，这个的话呢就是什么呢，就是声音的强度了。那声音的强度的话哈，这个我们耳朵的话哈，可闻强度哈最小是10的负12次方，所以的话呢我就从10的低于这个10的负12次方就听不到了，那我就呢从10的负12次方哈然后做比较，就是说哈，就是说我们定义一个所谓的强度级啊，这个上是强度级，强度级啊，这个单位叫分贝，分贝就定义成这个样子，哦，就是说你的声音强度是这么多的话，那你相对于这个可闻强度的话，它的那个级别是多少，然后再取什么呢，取对数，那这个应该是这样的，这个是强度级，然后取到个的话呢，这个就分贝。好，反正呢，这个就是一个定义啊，这个就是分贝的定义啊。好，那么他现在第一小题哈，他是问啊，问说哈，50分贝啊 ，dB 啊，他加50分贝加50分贝，就是说哈，有4个50分贝啊 ，dB， 哦，有4个50分贝啊，加50分贝。这个最后的话呢是等于几分贝啊？哦，最后的话是几分贝啊？啊，实际上的话呢，这个强度级了不能线性相加，这个声音的强度才能线性相加。也就是说哈，这个我们先要把它换算成呢声音的强度以后，再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以后再把它取掉个以后，再乘以10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哦，这个我们就 I 好 ，I 的话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50分贝嘛，所以50哈等于10啊，乘以log多少呢？log I 0/I， 啊，这个是50分贝的声音强度，那这样等于多少呢？我约掉一个10，所以啊，这个 I 除以 I 0啊，这个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那个10的5次方啊。哦，啊，单位是那个瓦，啊，每平方公尺。啊，现在啊，1234，有1234，就4I0，哦，就是那个4I哈，除以那个I0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4乘以10的5次方。啊，这个就是 I prime 的哈 ，I prime 除以 I0，然后两边取 log， 就10，啊，乘以多少呢？log 哈 ，I 零，啊分之多少呢？分之的是 I prime， 这个就等于多少？这是10，啊乘以多少？这个取 log， 取 log 以后，第一个取 log 是2 log 2，啊加第二个取 log 就是5嘛，啊5乘以10，这个就原来的50分贝啊，所以说50哈加上多少？20乘以多少 ？log 2是0.301，所以大概是多少呢？这个大概是6了啊，就3.01乘以2，啊就6.02，就56.02，约多少呢？约是56分贝啊 ，dB 啊。啊，这强度级的话不能直接相加。所以哈，这么多分贝的话等于多少？等于56分贝啊！声音强度才能直接相加，声音强度级不能直接相加。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呢是56分贝。好，那再来我们看看呢这个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啊，它说乘上题哈，若一支呢50分贝的，
哦，就是一有一只五十分贝的，啊，跟什么呢？跟那个二十只哈四十分贝的，二十只哈四十分贝的，那这个气体哈同时响，测的它的音量哈最接近呢几分贝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强度算出来。这个强度我们叫做 D1 好了，哦，这个带50，哦，带50的话，我们刚刚算到多少呢？这个I1 啊，除以 I0 的话是等于多少？等于10的5次方了。啊，这个是10的4次方了。那这个什么呢？这个I2 啊，除以呢？I0 呢，这个是10的40方了，40分贝是10的40次方，哦，就40分贝了，等于10乘以 log 多少呢？ I0 分之 I2 把这约掉以后，所以 I2 除以 I0 这是10的40方了，哦，这个东西是10的40方，哦，这40分贝的话，这是10的四次方了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呢，这个，I1 加上呢，这个是20只啊，一只50分贝的，跟呢20只40分贝的，这20哈，这个 I2， 哦，现在给它除以 I0， 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就等于哈10乘以多少？10啊。这个是10的5次方嘛，啊，再加20只嘛，乘以10的4次方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3乘以10的呢5次方啊，这是2乘以10的5次方嘛。好，那我现在给它取 log， 这个我叫做 I0 分之 I'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 10 乘以 log 哈。I0 分之 I'， 这个又等于多少？就等于10啊乘以多少呢？这个取 log， 这个取 log 的话 ，log 3啊加上多少？加上5了。哦，10的5次方取 log 的话，以10为底的话是5，啊这个呢是0.4771嘛，这4.77啊，所以这是5.。乘以10啊，这是5，这个啊，这个是吧，这个是5.477啊，5.4771，啊乘以多少呢？乘以10，就54.771啊，大概是55啊，哦，所以答案呢应该要选 B， 哦，这个大概是55啊，55分贝啊，哦，这选择题啊，所以第二小题啊，应该要选 B 啊，约是55分贝，哦，这四舍五入的话哈，就是55分贝。